So tell me, you guys, how's the weather over there? 你发现没问题，你那里如何？没有发现这个鲨鱼。你那里怎么样？ 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 How's the weather with you? We're keeping an eye on the situation. 试试看，一定要支持我。那要你说。来来来，对对对。哎，你认识他们吗？我不认识。哎，你好，先生，你们是？对不起啊，先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你们为什么坐在这里啊？请你们找别的位子好吗？ 你没得选择，他不能上车。 在整个演习过程中，只看到你们进攻，不重防守，连最后救人的方法也是自以为是，不择手段。你们这种作风。 跟那些杀手有什么分别？你看 ，I'm in charge here， 你没得选择，他不能上车。你用枪指着他的头，还给记者拍了照。你是在保护客人，还是在绑架客人？你知道这会对国家造成多大的舆论和压力？你说，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教你的东西记在心里？有，我记得师长你第一课就跟我们讲，身为中南海保镖。 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当事人的生命安全。我可以死，但不可以错。你应该明白，当保镖是一次错误都不允许犯的。但是你用那么极端危险的方法执行任务，就是达到目的，也不可以算是对。谢谢师长教导。 听说一号首长即将南巡，不知我有没有份参加呢？<笑>你是我们最优秀的战士，怎么能少得了你的份呢？不过在接受南巡之前，你要先到香港执行一个任务。香港？嗯。什么任务？前面那个是香港大风集团的主席宋世昌，他一家三代都对祖国有很大的贡献。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保护他女朋友的安全。 1994年5月23日下昼3点钟左右，清水湾油艇俱乐部发生一宗凶杀案，死者系38岁嘅执业会计师廖建超，疑凶系上市公司益辉集团嘅主席赵国文。香港警方相信杀人嘅动机同廉政公署正在调查紧该集团一宗涉及过百亿港元嘅内幕交易案有关。首先报案嘅目击者系24岁嘅小学教师杨善贤。 51岁嘅护卫员朱东明，命案发后两日，第二目击证人陈大强喺乘坐住所大厦电梯嘅时候发生意外身亡。同日黄昏时分，第三目击证人朱东明亦被不明来历嘅炸弹炸死。
六月一号晚，杨善仪在寓所沐浴之前，及时发觉浴缸的水被通了高压电流，避过了意外的发生。现在杨善仪已经成为本案唯一的目击证人。清楚。杨小姐，呢位就是梁家坡沙田，今次认人手续由主持。我得呃你啊。嗯，来，我嚟啊，做咩啊？你都夹住我慢慢。喂，咪住，咁顺手，下一场败露信自己 win 啊！喂，嗰场非洲战士 fit 喎，攞嘢有白银噶，信自己好啊！切，我唔信你，我信自己。杨小姐，饮茶。唔该晒。好似你生得咁靓嘅女仔，真系好少肯出嚟做证人。我只系做自己认为啱嘅事啫。有性格，杨小姐，请认人。杨小姐，我个提议，你虽然咧喺呢单谋杀案作为一证人，但喺法律上，你认到疑犯就再与本案无关。黎律师，宋生系叫你嚟帮我，如果你怕嘅，你先走先啦。如果你惊嘅，你先走先啦，呢度有我得噶啦。你唔好阻住佢啊！请认人啊！二号嗰、那个，我肯定系佢。杨小姐，呢度唔系美国啊！正夜冇市场噶，你以为另外两个证人真系意外死亡啊？其实十成九都系个赵国民做嘅，冇证据咋？呢个人都听讲过噶，惹唔过噶。喂，你就杨小姐系咪？听讲你最近遇到好多麻烦，万事都小心啲好。多谢你有心。系咁先，拜拜。我要过嚟故意袭击警务人员啊！喂。咩玩嘢先 ？Every minute stand by。你咩啊？玩唔起啊？啊啊！哼！好啦，边只啊？非洲战士啊！喂，咁你咪掂个碌仔啦！你又话俾我听信自己，鬼叫你唔信自己啦！佢个名叫做许正阳，系中南海嘅保镖嚟，好 professional 噶，你用钱都请唔到佢。咁由佢得噶啦，你唔使翻嚟噶啦。我唔系要个保镖啊，我要嘅系你啊。Come on, Michelle， 你第一日识我嗰阵时候，都知道我唔系游手好闲噶啦。我而家仲有好多合同等紧我签啊，一日俾我24小时都唔够啊。好啊，咁我唔想你宝贵时间，我哋分手啦。喂，喂，喂啊喂，好衰噶，我话分手啫，有冇叫你收线？哇！住咁大间屋，我呢度竹升妹都算有钱喎。唔止啊，佢男朋友仲请咗个中南海保镖嚟保护佢添啊。都嘅，得人带佢落中澳城 happy 啊，对我哋平稳过到九七有着数添噃。唉，话知佢九七定九八啦，总之河水不犯井水，大家各有各保护证人啦、啊。哇！提前接收啊。两 Sir， 呢位同志话嚟接管嘅，叫我哋唔使惊。哦，通知。你好，好高兴见到你。讲广东话得啦，许正阳，国务院警卫处。咁、哦、你有冇个大佬叫做咁你有冇大佬叫做向阳、朝阳或者三阳噶嘛？你系边个？香港皇家警察梁锦波沙展，你叫我肥波得噶啦。证件呢？咩？查我证？唔该。哼，唔该你俾我睇下先啊，真啊。喂，吴生，再睇埋我个。嗱，我啲高级干部做嘢冇得雀仔粉，佢行开啦，俾佢睇嘛。嗯，走啊。呢位一定系许生系嘛？嗯，我系宋生嘅代表律师 David Lai。你好，请入里面坐。呢度50万系宋生交低俾你嘅，佢话笔钱你可以随便运用，你点点佢？我唔使啦，麻烦你签签收。大家都系为人民服务啫，使咩咁大细超啊？冇计啦。人哋为伟大嘅中国人民服务，我哋为英国嘅属土公民服务，仲要括弧海外嘅添啊！许生，我走先啦。哎，阿乜律师，阿乜生有冇叫嚟啲咩俾我哋噶嘛？有啊。系咩嚟噶？佢话辛苦晒你喎。啊！啊，唔该，同我多乜谢佢啊！喂，特首出嚟俾人睇五肉酸啊！啊，巡下啦。即系唔问过人就随便攞嚟睇啊？你当呢度系自己屋企啊？呢个系我工作嘅需要。唔该，你同我合作。咩工作啊？我都唔识你系边个。我识你。
你叫杨善仪，身高1米65公分，体重48公斤，血型属 O 型，生肖属狗，星座是处女座。OK， 你即系话宋生叫你嚟噶啦，但系我冇话接受啊。唔系宋生请我嘅，系钟旭伟派我嚟嘅。你唔介意我坦白啊嘛？我好唔中意你，尤其是系你着紧嗰套衫。原来公安假噶。阿玉啊，身手都几快啊，我都快唔过我支枪哦。啊！自己有啊，我系肥波啊，你咁快唔认得我啦吓？好嘢喎！哎呀，讲过你几多次，罐头摆落微波炉会爆炸噶，烧咗间屋点算啊？安迪，安迪你点啊？杨小姐，你冇事啊嘛？喂，搞乜鬼啊？佢哋都保护我噶。你支枪冇子弹？有冇搞错啊？我支枪冇子弹。唔系冇子弹，系冇入子弹。哦，系你偷我啲子弹去玩啊？我攞嚟睇下啫嘛，点知咁大阵仗喎？对唔住咯。哎呀，啲子弹唔可以立乱玩噶。Sorry， 饮杯水啊，小姐。唔该，浩姐。唔准饮，杯水未化验过，可能会有毒。由而家开始，你嘅起居饮食我都要负责。乜都要问过你。系。黐线，我要打电话俾 James。等失点，系系呢间屋究竟仲有几多人？系一眼见晒数我咪知啦，一个两个三个，好在我醒目真啲留咗自己尾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多谢，诶多谢，个八，多谢多谢多谢，九个，多谢，十个，嗱你所攞到嘅钱啊，佢俾你哋嘅遣散费，冇所谓啊，你揸 fit 啦，都话唔系我揸 fit， 系佢揸 fit 噶啦，啊大哥。你有啲咁嘅筍嘢，最緊要揾我哋撈啊！做乜咁撈？我自己撈啦，走啦！好啦，同志，而家成間屋啲人冚唪唥俾你解放曬啊！哦，做緊解放軍集緊成自然咧。多一個人喺楊小姐身邊，就多一分顧慮。等我點下你啊！我點你係想點醒你咋？胡伯伯話齋，人多好辦事。嗱，我而家嚴重警告你啊！我係專業嘅差人嚟噶，我唔係嗰班二打六啊！我而家再嚴重警告你啊！喺你唔講冇人知之後，我真係會攞鬼咗佢啊！喂，兄弟，有嘢傾，慢慢傾啊！喂，你哋盡量唔好咁接近楊小姐。喂，正哥啊！嗱，呢啲就叫做 professional 啦。啲低 B 人嚟啫，咩叫做 professional 啫？靚仔，俾你睇下我啲 professional 啊！咔嚓，飄，你啊！我槍中曬你啊！你仲唔攞低？你都冇事啦，我點攞啊？小姐，呢两个私人地方你唔入得嚟。对我嚟讲，你间房就系我工作嘅地方。我话咗唔开就唔开。喂，个门锁要换。你要翻出去啦，唔系我报警噶。我喺度嘅任务已经知会咗香港警方。咩话？小姐，你唔好企近个伤口，咁好易成为攻击嘅目标。八叶链拉埋佢。你究竟想点啊？嗰个枪你要装八叶链。仲有呢间灯熄咗佢，避免造成明显嘅影响。我而家话俾你听，我要换衫。等，唔该，即刻出去。我讲完我会出去。我赶时间啊！嗱，你再唔出去，我告你侵犯人权。呢种热水炉好危险，换个地方熄啊！喂，我而家就要冲凉，唔该，即刻出去。喂，你攞我啲嘢做咩啊？你喺边啊？放低我啲嘢啊！喂，我冲凉噶。喂。拿去充住先。Shit！ 嗱，我而家俾最后一次机会你，你快同我烂。喂，你而家监视我定保护我？希望你唔好介意，我只系想100%保障你嘅生命安全，一次出错嘅机会都唔可以有。我问你啊，你会唔会喺邓小平嘅厕所装闭路电视啊？喺大陆有300多个我咁嘅人保护首长，喺香港你只系得我一个。
装好啦。你将呢个警报器24小时摆喺身边，有事就揿住佢。右一镖，过头一镖，啊，犀利啊！有料到喎、啊。我份人成日俾人误会嘅，但有咩歌呢？我自己知，我唔会成日向人演嘢嘅。睇下眼尾尾手嗰个钟啦。嗱、啊，呢啲就真系高手啦。系你先赞嘅啫，佢做咩咁巴闭啫？我就话佢渣到痹啦，你一个把喐就掟唔中个把，净系掟中埲墙。切！你睇，哎，同志，你知我系安天未衰过外甥啦，你教功夫咩价钱啊？100够未？喂，高档嘢嚟喎！喂，谂谂佢啊，龙珠第一代闪卡你识货噶啦，大大话话要成几千银噶，喂，点睇啊？喂，仲有得倾喎，喂。哇，真系有型啊！喂，你做咩坐咗我架车？系你嗰个好专业嘅保镖咁敢做噶，唔想你问下佢啦。个衫翻嚟搞乜鬼啊？黐线，黐线噶！靓车就靓车，零舍唔同嘅。坏甩你先，坏甩就甩咯。梁锦波失点，唔好行旧隧道，我哋由将军澳隧道出，行东隧。咁嘅路程会悭多啲时间。咦，晒料噃！靓靓弯行翻个大运啫嘛，嗱唔好话唔提醒你啊，有个电单车吊住你尾啊！醒定啲啊！架电单车系咁吊住你啊！吊住我做咩啊？杨小姐又唔喺我车度。你揸架车系安全噶嘛？杀手系认车唔认人噶。乱咩啊？惊都未惊过，我身经百战啊！我手震噶，就咁个线胎咋？线胎？你未问过我线胎，我而家线手添啊！冇啊，大佬，你带只手。使唔使震得咁快啊？有我都唔使惊喎。
保镖是保护当事人的，不是要来处理交通意外的。你觉得有什么惊天大阴谋咩？好像天地来这么大件事讲出来都被人笑了。差人捉不到贼都还可以做差人，但是保镖就失职一次都不可以。 One, two, three, la， 即刻跟我找个校长来听听。 Three, two, one。 谭校长说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当我是奸犯咁温实我，自把自为同我请了两个礼拜假。我说要去洗头，他就 book 个 stylist 来家。我说要去 health club， 他就买部 gym 回来。还有添啊，帮阿 Billy 请埋假，我家姐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啊？你不要生气了，让我跟他讲啊。保镖电话啊。喂，许生，我都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对 Michelle 的。宋生，我只是执行任务，为了完全保障杨小姐的安全，我唯有尽量缩小她的活动范围，时间不好长，还有一个礼拜她就会上灵族精。宋生，保护杨小姐不是一份优差，如果你要我离开的话，我会非常乐意。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信得过你，不过就当帮我一个忙，就下她啦。无论保护首长抑或杨小姐，我用的都是同一样的方法。你这么讲我就放心了，麻烦你给回 Michelle 听。杨小姐一线。我闹咗佢啦，佢都知错噶啦。系啊 ，Michelle， 你都尽量就下佢啦。如果而家掟佢翻去北京嘅话，佢好惨噶。佢上司实当佢失职啫。好啦，我放过佢啦。喂，点啊？你听日系咪翻嚟啊？唔得啊！你又讲个唔算数咯。你唔好嬲啦，不如咁啊，我想嘢俾你补翻数。你想要乜嘢？喂，乜你净系识送嘢嚟解决问题嘅咩？我成屋都系你嘅礼物啦。啊！我样嘢未送过俾你，我送层楼俾你啊！宋世昌，我警告你啊，你以后唔好再用钱打我啊！等等。你追了成年，今天才贏你真是打法，哇，用錢人邊咁好分，哎呀，攞命，哎呀，跳樓啊，跳咗你跟我買啦，你冇買啊，係啊，係啊，喂，你冇話我聽，我份都冇買喎，係啊，係啊，咩話？咁我啲錢咧，點搦曬喺邊度啊？喂，你唔好衝動啊，你都第一次中啊嘛，咁咪當發狀夢咯。即係話我以前叫你買嗰啲全部落曬㗎。是啊是啊，我份你都识买。嗱，你都知道我环境噶啦，系嘛？我要俾赡养费，又要养仔啦，我落你架逼不得已噶咋？你唔系人嚟噶，兄弟嘅钱你都识买，我唔识你。总之我租埋晒落去啦，啊好鬼多钱点解？买晒落去乜鬼嘢难关都过鬼晒啊！真系，嗯，得啦，你喺美国嗰边啊，仲要拣啲好好个牛啊，因为嗰边都好多鸡牛噶。钱你唔使担心啊，我会搞掂佢噶啦。唉，早啲唔存在，买晒落咗六号码咪得咯。
叔叔 ，sorry 啊，我唔小心揿到个掣咋。杨小姐有事啊，你话冇事啊，当冇事。老细，佢身边有个中南海保镖，我哋好难落手。有冇搞错啊？咁使唔使佢自己喐手啊？你唔使担心，我哋有计划。总之我两日后上庭，唔想见到任何证人。俾你仔，世界杯都踢完啦，男人老狗嘅话呢啲嘢先劲啊嘛，你一比一同真枪一样啊，嚟同我一样啊，送俾你。咁我唔踢波啦。咁你去边啊，杨小姐？我要等住事要出去。不如我陪你去。好啊。得，你走咗出去，万一出咗咩事，我就会成为第一个失职嘅中南海保镖。你做咩咁恶？我而家出去系为咗我朋友，佢失恋为咗自杀啊？唔通我系见死不救咩？你讲啊！你着住呢套衫去救人。你是出去参加朋友的生日 party， 屋里面每个电话我都是监听的。你有没有搞错啊？香港是有人权法的，你尊重一下人家的私隐得不得？由细到大没人可以干涉我的自由，包括男朋友在内。还可以完全不用顾人是吧？杨小姐，你不要以为有个有钱的男朋友就以为你走了你。咪住，我男朋友有钱是他的事。我还我是杨善仪。如果杨善仪不是个有钱人的女人，会有咁多人保护咩？你讲咩啊？你喺度讲咩啊？呢个系事实。杨小姐，你咁靓仔，个有钱嘅男朋友好应该啊，唔通全家执片咩？你行开！我警告你啊，以后唔好再话我生得靓啊！我生得靓唔靓唔系我自己拣噶，我只系中意咗个有钱男人咋，我冇罪噶。点解个个都咁睇我啫？点解唔信我？我中意佢唔系因为佢有钱啊，点解你哋唔信我？我信你，我唔使你哋信。你望咩？我系咪为咗你哋？杨小姐，一阵送埋你上法庭，我就直接搭火车翻上去。多谢你呢几日嘅合作，有机会再见。我谂都冇乜机会再见嘅啦。喂喂喂，再讲就嚟唔切噶啦，行啦，快啲啦，你咧，嚟俾你，行啦行啦行啦，嚟，哇，哇乜好似摄影棍咁无处不在噶。赵国民啱啱入医院，佢向法庭申请将呢 case 延迟一个月先至开庭咯。Jesus。James， 我今次死了。我看现在的情形，起码要多留一个月。我要爆炸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做？一定要换咗佢，换咗佢啊！南巡任务怎么办呢？我不听，我不理，我要出街，我要出街啊！出来，出来搞了。在家找了这么多天，今天好像放监一样。我要买衣服，我要买很多东西。我要买闪卡，我要去打机。你哋有冇搞错啊？我帮你去买嘢食，你又唔等埋我。
冇事啊。喂 ，Billy， 嚟。佢当咗你系保镖啊。喂，呢个室仔几靓啊，嗬？杨小姐，呢度咁多人，我哋唔应该嚟呢度噶。我谂住有你哋保护我啊嘛。咁啊系，如果有咩事发生，都有两个皇家香港警察精英保护你啊，咩事都搞得掂嘅。边个？唔系前面啊，系上边啊。我早感觉都喺上面掟落嚟噶啦。咁都错。安琪，我而家去打机，一阵间喺大门口见啦。好啊，小心啲。系啊，我同 Billy 去搞机，你睇住杨小姐。得啦，方哥，我会搞掂。小姐，这个 lift 这么多人，我们不如等下一架。米优，你妮仔去哪里啊？上你一楼。哇，乜你咁 cheap 噶玩水枪？我仲有支坚料未晒出嚟啫嘛。真唔真噶？杨小姐，个 lift 到咗啦，呢边。杨小姐，我哋都好少机会单独喺埋一齐，嗬？系啊。一场一七场一七，啊，专心买两百啊！唔系啊，喂，头场啊，系一场一七场七，唔系一场七，啊，七场一，唉、哎，你听清楚，我讲多次俾你听啦，系一场一，七场七，你做咩啊？有冇搞错啊？跌咗支枪都唔知。诶，唔该晒啊，唔好意思话啊，怪错你，唔好意思啊。咦，咁快开跑啦？点三百嚟噶，差佬用噶，真系咁把炮？你捻化我啊？差佬支枪咁易攞到？切，开一枪咪知咯，咪啊！喂，系真枪嚟噶，支枪有子弹噶。哈，你扮嘢又扮得几次噶嘛？唔好开啊，唔好开啊！佢乱啊，射我，射我，你咪惊你啦，开枪啊！惊啊，惊啊！你只玩咩枪啊？关你咩事啊？你唔好再呢个枪嚟啊！所谓嘅尖锐病都咁难，呢度你搞两句，千祈唔好引起骚乱。尽量行去人多嘅地方，揾啲高过你嘅人挡住你。我开枪噶啦！唔好玩大佬，系真噶。真唔真知啊？咪知啦。唔好开啊！Thank you.
面啦。警察，將手攞出嚟！李波，接住支槍啊！咪玩啦！哇！李波！走啊！走啊！李波！唔好嚇我啊！你千祈唔好死啊！玩得噶，好到我中咗鼻弹而啫。哎呀，我又唔敢玩啊，对唔住啊。我咁而家点啊？俾我瞓一阵啊！住唔系男人应该讲嘅。我有个朋友叫做二东，嗰年八岁，仲细过你而家。佢喺少林寺嗰度好得师傅嘅同石，每次犯亲戒条，师傅都同佢向主持求情。而每次佢只要讲一声对唔住，就冇事。虽然师傅次次都叫佢改过，但系次次佢都唔嚟，因为佢知道。就算他犯了离天的大罪，师父都会保住他。直至到有一次，他走进藏经阁那里玩灯笼，不小心烧了经书，火势很大，他不知道怎么算好。于是他搏命走出少林寺，但是他心就越来越不安乐。当时在他面前有两条路给他拣，一就一走了之，乘势逃避，一就翻返认错。就算被主持打死都冇得怨，卒之佢揀咗返去少林寺，佢好想衷心同师父讲一句对唔住，但可惜已经再冇机会讲呢句说话，因为佢师父喺救火嗰阵烧死咗。从此之后，二东就唔再讲对唔住。我教书的都不懂得这样教他，其实二东是不是你？许生，我讲完这次不再讲了，对不起啊。在哪裡？
喺嗰度啊 Sir， 喺嗰度啊。阿 Sir， 你做乜攞条丝啊？条丝唔攞得噶。冇冇，俾啲钱够你安家。天发誓，从现在开始，绝不让任何人再向你开枪。你哋有冇搞错啊？咁大班人冧条靓妹都冧唔到，搞到老细啊要揸病延迟审讯。佢而家好唔 like 啊！我问多你一句，你细佬而家死咁啊！唔好再同我讲钱，你多多钱都买唔翻我细佬条命。收得你哋钱，就一定同你哋搞掂。记住，如果我再收唔齐啲钱嘅话，我连你老细都拖埋。呢张我真系奇怪，好细个，唔知系三角座造成，而且令伤者喺短时间内失血过多致命嘅。究竟是什么武器造成的呢？他们是被中国特种部队惯用的刺刀刺死，这种刺刀上面有三条坑，是用来放血的。法官，麻烦你。没客气。想了这么多件就为枪条丝，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这件事还未完。我那天才知道真正的保镖是怎样的。好东西，的确是好东西。怎样？你手没事吗？是的，自己论尽。不过商场单你真的要多谢你，真的。使不客气。小生，请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你再唔答我，我过你早餐办公啊！我当事人有权唔答你，你唔好再恐吓我当事人。如果唔系，我随手要告你噶。同我玩嘢系嘛？我大胆都玩得起噶。王建军。有没有收到我传真的照片？我怀疑他是一个退伍军人，你帮我查查他的资料，谢谢。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3军，17女，27岁，身高172公分。不见了那条丝就是他弟弟。你们上面的效率都挺快的，吃宵夜。有把握找到他吗？为了你，我一定查到他出来。你成身湿晒啦，
你咁高危险噶。你保护我一阵咪仲危险？呢啲系我嘅职责啫。你唔好当我系受保护动物啦，你当我系朋友得噶啦。你哋做保镖嘅过得咁酷噶？你点解要做保镖啊？我根本都唔识做第二样嘢。你谦啫。系啦，你爸爸妈妈做咩噶？你有几多兄弟姐妹啊？你读书叻唔叻噶？国家机密。哦，咁我企图试探国家机密，佢要坐监啦。唔该，嗱，你扶上我，慢慢落，啊！你有冇女朋友噶？你实话冇噶啦，不如我做你女朋友啊？讲下笑啫，你都唔啱我嘅，做咩？佢点会咁噶？他用电波干扰我哋，美波，喺二号小姐，我要執翻你條絲。俾你搞到連我都緊張埋，真係咁大鑊。個殺手摸清曬我哋嘅底，間屋有幾多人，點樣部署，佢都清楚曬。我要吩咐周強叫佢最緊要小心及住噶啦。喂，肥哥，呢件事唔好俾阿美穗知道，等佢開開心心過埋呢個生日。咁使唔使同佢擺喺沙灣慶祝啊？唔该，对唔住啊！啊，系啦，我喺蒲天订一件衫，今日送咗嚟，你睇下中唔中意？喂，点啊？仲使唔使换保镖啊？等等先吓，阿正啊，你咪赶住翻北京啊 ？James 话可以调个人落嚟，迟啲睇下点先再算啦。拜拜。啊，喂，早唞。早唞。手搞整得几有心思喎！如果有埋只玫瑰花咁就 perfect 啦。阿爹年年都收到玫瑰花噶。啲花摘咗落嚟就冇生命啦，同啲死尸有咩分别啫？系人哋生日讲埋咁嘅嘢啊！嚟，你帮我靓住先。好啊。Happy birthday， 送俾你。
多谢。我谂你都会送翻支俾我啩？送晒俾你都唔紧要，阿姨而家唔中意死尸啦。死尸啊，俾执翻我，我帮你插起佢。咩？宋生叫我送啲花嚟。送花？宋生送嚟噶？啊！唔该晒，我话听你啊嘛吓。边个送啲花嚟？诶，宋生送嚟噶喎。诶，攞嚟。啊！做人冇嚟醒目嘅，见到咁横，梗系自动收皮啦。又关你事。喂？多謝你啲花啊！有冇時間俾我陪你食餐飯啊？食飯？唔好啦，你咁忙，搞掂啲生意先啦。我喺北京專登翻嚟陪你食飯噶，我而家就喺出邊啫。咩話？出邊？喂，你唔好呃我喎。唔信你打開窗簾睇下。Hello, James。快啲換件衫，我喺車嗰度等你。好啊，好啊，我換件衫即刻落嚟啊，好快。宋生，你几时订位食饭啊？琴日咯。仲有啲咩人知道杨小姐会喺呢度食饭？你连我都信唔过？哦，唔系，我谂阿正系想估计下嗰啲人会唔会对我不利啫。你都几了解佢噶吓。Cheers， 宋生。唔好饮住，唔该你饮先。Me? Are you sure? 系啊，饮。Certainly。宋生，饮得。你做嘢都几细心噶。佢对每样嘢都咁谨慎嘅。真系从来都冇错。系啊，佢未错过噶。佢哋错一次，以后就唔可以做保镖噶啦。连你都变专家啦喎。Madam, thank you. 点啊？你想食啲咩嘢？都唔知食咩好。食鱼肉冇？带你先啦，雨潇，雨潇，雨潇。啊，冇所谓，你揸主意啊。班学生又系啊，系啊，只识都唔错。你讲乜嘢？我冇嘢，我想去洗手间。咩事啊？佢跌亲啊！你去帮手啊 ！Your boyfriend is a real gentleman. Thank you.
咦，安全呢？佢发脾气走咗。Billy， 你哋噏啲乜嘢啊？冇啊，冇讲嘢啊。Billy 都系啱到啫嘛。月霜，我今晚要坐夜机翻去北京，唔可以送你翻去。唔使啦，我要下个礼拜先至翻噶。OK。佩珊，下个礼拜上埋堂，你个担任就完成。好多谢你帮我照顾月霜噶。唔使，系我份内事啊。你喺边度啊？个监察器坏咗，我攞啲仪器检查下。送俾你，多谢。我帮你戴啊。呢只系自动表，以后你唔使日日上链啦。哈，都几衬你啊！唔该晒。早唞。早唞。正啊，唔知道有冇嘢可以令你留喺香港呢？我谂冇啦。我谂都系，早唞。早唞。小心撳咗塊鏡，唔緊要。我有啲想同你講，但係唔知點開口。你咪覺得我太直接？
唔系。唔系呢个意思，你唔好误会。我都唔系呢个意思。睇唔出你几拆得喎，我有啲肚饿啦。你唔系肚饿，你系闭翳啫。你同我一样咯，一闭翳我食烟仔噶啦。你好闭翳咩？一生儿女债啦。个仔话想去美国读下书，饮下咸水，咁连底裤都当埋先，仅仅够钱买张飞机票俾佢。连老友都买买先，作埋俾埋佢啊，一样系唔掂。喂，听讲大陆好多窿路搵水，有机会关照下我啊。你唔想做差人咩？唉，得皮机人工又有鬼用咩？咁你当初又做？后生贪威啊嘛，咁啊以为陀铁好威咯。咁啊其实我都威过噶，有次间金铺俾人打劫，我一支枪拉住十几人，成间又唔系啲差官震冧晒，都叫我做天才波。咁嗰阵你唔系好潇洒？潇洒，好潇洒噶，直到好似你而家咁有型啊！我老婆就系俾我咁氹翻嚟嘅啫嘛。诶，俾你睇下啦，诶，好高质素噶。一定好多人追，系啊！不过我知佢仲好冧我嘅，都系我自己衰啊！成世人就唔掟唔掉咁，同佢结咗婚九年啦，佢几时生日我又唔知，佢生仔我又唔喺佢身边。哼！佢有时同我讲啊，佢阿条做生意都有钱佬咧，要送层楼俾佢嚟沟佢喎。哼！我就以为佢诈型啦，我咪带翻佢咯。我同佢话。我知道我唔啱你噶啦，我哋做呢行嘅，今日唔知听日事，你自己谂掂佢啦，我就冇所谓嘅。唉，乱咁讲嘢都冇佢啱听。我谂女人都系想人氹嘅啫。嗱呢样啱听啦，帮我水啊，学足你一样，扮晒姑咁咪死啦。把口啊，铁不撬都唔开，个心咧自己晾住抌。唉，细佬唔好话我唔提醒你啊，苏州过后就冇艇搭噶啦。好功夫冇用嘅，感情嘅嘢嚟到咧，好功夫挡都挡唔到嘅。个个男人都黑眼噶啦，实性冇杀，唔系咩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不过你好啊，死都抵啦，你执到件好嘢喎，唔知系顶班货，直头可以参加国际邀请赛啊！趁住人少少，咪认咗佢啦。嗱，俾个机会你啊，有咩名即刻问我，唔出声当你认噶啦。我保护人系唔可以分心嘅，工作就系工作。不可以有私人感情。保镖保镖不是人咩？不要死撑了，再撑了争自己痛苦嘅啫。哎哟，送钱嚟紧，嚟嚟嚟嚟嚟，他 call 你啦。冇事嘅，个 call 机失灵嘅啫。call 机失灵就小事啊，俾条美人鱼游得出去装唔翻就大事啦，兄弟。
见过开枪开得最快的人。可惜你开远了。次次都落你格，你仲信我？我呢铺都输硬啦，亦系你个仔，我嗰啲马会，我一定还翻俾你，我一定还。阿强，杨小姐，你真系好靓，可唔可以同我签个名？
不煤气，门我锁咗，枪日防弹嘅，少少小火花，我哋就同归于尽。果然系有备而至，你真系唔怕死？我嘅工作面对死亡，你唔好带我，我打个月字，条命都系执翻嚟嘅啫。各位兄弟，我哋一起开枪，一起冧佢，好不好？你哋怕死咩？我的兄弟不怕死喎，所以我都不应该怕死。正是你有兄弟，我都有啊。我细佬就是被他杀死的，许正阳，你想一镬熟？好，我哋就一起下去见我细佬。啊，大佬唔好啊！坐下佢。我是最好的军人，天性就是进攻置人于死地，你是最好的保镖，只是懂得防守。不过今天我哋两个净得一个可以行翻出去。
叔叔，阿晶。有妹妹嘅，喂 ，Michelle， 你放咗我女朋友，你老细俾几多钱你，我照送三倍俾你。你有钱大晒，行开啊，行开啊！你而家识惊啦咩？佢啊，喺我细佬身上射咗七粒子弹。我而家就要在他身上射翻七粒，等他失职。只要你不开枪杀他，我可以付出任何的代价。枪我就一定会开的，不过你大把钱，你实请到人帮他挡晒啲子弹噶啦。点解？你哋仲冇人敢上嚟挡子弹？嗯？喂，你哋怕死啊？你好，有勇气啊！唔想。死你都唔怕，嗯？阿四，仲未玩完噶，阿四啊，仲有六粒子弹啊，冇啊！坚哥，我找他来陪你啊。呢支许正阳嘅枪，请你点收。James， 快啲啦，快啲啦！宋生，我敢去挡子弹，系因为经过无数次严格嘅训练。你当时避开啲子弹系正常人嘅反应，所以你唔使内疚。这是许同志交给梁建波先生的。我只系想见佢一面咋，女人系要俾多啲时间去陪嘅。肥波，喺我唔讲又冇人知嘅情况之下，你攞啲钱去供你嘅仔读书。大陆仔傻嘅，俾咁多钱我。阿晶啊，阿晶，哎，过得去啦。阿晶，阿晶啊。
我有 permit 嘅，你一个人过去。帮帮忙啊，通融下好唔好啊？麻烦你啊，一次咁多啊。阿静，佢走咗啦，留低俾你嘅。